围棋如何自学？一、学习死活，就是要掌握如何在硝烟四起的棋盘上将自己的部队获得安定，给贸然闯入的不速之客予以痛击。二、子孝，围棋是道家的产物，围棋的棋子有黑白两种，可谓一阴一阳。棋盘上的棋子正如人类社会那样，从无到有，由简入繁，黑白双方对立，共存，共同发展。三、棋形，棋形就是在围棋世界中的建筑学、结构学、美学。棋盘上简单的两颗棋子就能组成最基本的棋形，简单棋形的掌握也是下好围棋的基本要素。